名山岛江，东别韦陀，九城泸州，凭两江四河舟楫之力，成为川渝滇黔民族文化的走廊和贸易经济带。生态之旅，自然风光沁人心脾，敞开心胸，拥抱自然，首选张坝百年桂园林、凤凰湖、大望竹海、化稿溪、黄金老林、大黑洞、福宝古镇和原始森林，可以在美景如画的旷野聆听溪水潺潺，鸟语蝉鸣。这里是美味的世界，购物的天堂，吃荔枝，摘桂圆，特色水果让人口舌生津，一杯早茶，半壶美酒，让您品味浓郁芳香，麻辣鸡，豆汤面，让您尽享舌尖美味，九星堂，油纸伞，12000多种旅游商品琳琅满目，任您带走泸州的特产，果园采摘，田园垂钓，体验农时乐趣，火把节喝米酒，可以感受浓浓的苗裔风情。九城乐园摩天轮俯瞰城市美景，欢乐派水上乐园一下清凉，花田酒地惊险漂流，早茶节、荔枝节、龙眼节、龙舟赛等特色活动，让您在游购鱼中乐而忘返。18家星级酒店，遍布全市的精品民宿、乡村酒店、星级农家乐，让人入住舒适舒心。景区景点魅力绽放，旅游产业蓬勃发展。非遗之旅，沿着千年古城文化的脉络，走进曲市庄园、玉蟾山、宋代石刻博物馆、姚坝古镇、春秋祠，感受历史长河中非遗文化的璀璨与厚重。玉潭彩龙、分水油纸伞、仙士酱油、纳西蝴蝶画、两河调动砂锅，让您领略非遗技艺的精湛绝伦和绵延更续。涛声之时，江风徐来，满城酒香漂浮，这里是全球最适合酿造浓香型和酱香型两种优质纯正蒸馏酒的城市。泸州老窖和古令郎酒并蒂绽放，岁月生香。中国酒城，最美泸州，欢迎您。Welcome to Luzhou.